1선은 좌측, 3선은 우측, 너 어디서든 정면으로 공격한다. 포격이 시작되면 전부 전진 버벅으로 최대한 적진까지 간다. 우리 포격을 두려워하지 말고 대담하게 진격해. 포격이 끝남과 동시에 일격의 진지를 탈취해야 한다. 알겠나? 알겠습니다. 실시. 小心敌人的欺骗性炮击，炮击之后注意观察敌人的距离，如果敌人还在炮击的覆盖范围之外，那么有可能还会再次进行炮击，多数人还是要躲在防炮洞里，都明白了吗？明白，知道了，队长。我们上敌人洞。알았다바로보고하지부사단장님선발부대가준비를마쳤다고합니다미군에게연락해포격을시작하라고할까요잠시대기한다여기있는병사들이날보호하기위해뽑은최종의병사들인가네전부뛰어난병사들로뽑았습니다좋아내일세네네선발대에합류한다합류해백중령을보호해알겠나네네Yes, sir. Sir, the Korean army behind the mountains have reported they've deployed. We should start preparing for firing the artillery. Request the artillery strike on enemy's lines. Echo and the Foxtrot Company should start moving toward the Min Peak. As planned. Yes, sir. 한다하시면안됩니다너무위험합니다이건너이건너반드시정지해야한다안됩니다너라고이건면행이다안그러면너부터죽인다炮击好像停了，让开！哎，保护队长，保护队长，快出去，看看后山李本军的情况。没事吧，同志？班长，
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好，走。小刘，紧接走。小刘，姐姐，所有人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什么情况？敌人怎么那么快就上来了？太奇怪了！你们几个跟我追后山。是是是。跟上。机枪，拦住后山的敌人！压线给我，把你信号开！几个看到我，他死活不留，打了吧！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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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敌人追上来了，我们和二排先去支援三排吧，前面的美军一时半会儿上不来。不对。这不正常，队长，三排快顶不住了。二排长，走，马上带你军人去支援三排。是，二排，走走。我们也去吧，把一班的同志留下来坚持美军就行。打完另一军，我们就回来。不行，你们不能去，这肯定是敌人的阴谋。中共正在指挥官，有本事出来，我们分个高下。胆小了是吗？啊！我在防暴洞里不敢出来。我们大汉军队攻上来了，你来看看，秃头山是我们的了。出来啊！啊！你在这儿待着。班长，别走！班长，杨金武，跟我走！大将班长，给我回来！给我回来！科长，你就让我们去吧，那家伙太可恶了。他巴不得我们都去呢。李班长，要带着你的人到防炮洞里边去隐蔽。什么？立即执行这是命令。那二排、三排呢？他们被李卫军缠住了，我只能最后一个再通知他们。Report the situation. Copy that, sir.Echo Company reported that there seemed to be a fierce battle on the Man Peak. They suspect that the Korean army has rushed up there. Do we still start the second shelling as planned? Get me the Korean army commander immediately. Yes, sir. This is Field Command. 네, 알겠습니다. 부사단장님, 이 군 측에서 원래 계획대로 2차 포격지는 헬로트 중심 부스입니다.
그렇게 해. 네, 알겠습니다. 의사대전님, 2차 포격 말씀입니까? 그럼 백두대전과 선발부대는 어떡합니까? 백중령은 대한민국을 위해 희생할 정신으로 선발대에 섰다. 미군의 폭격으로 적을 섬멸하는 것이 백중령의 작전이야. 자네도 후발대를 준비시키게. 미군과 협조해 고지를 점령한다. 고지 올라가면 꼭 백중령을 찾아. 알겠나? 네! 알겠습니다! 부대장. 요! 准备 통지 2排 3排 进入防炮洞. 是! 2排 3排! 等等等等! 敌人还在前进。 首长, 2排 3排 快撑不住了。 再等等。 예, 접근해야 한다. 부터! 진방파동! 진방파동! 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几个负责防御。是。张志成，有。去接张木连长。是。三班长，到。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反抗的干掉，投降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成浩。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其余的人听记录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是。连长，小心！连长，走。连长，走。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这个白山号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排气堡和中间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快跟孟连长处理伤口。是。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没事，都是轻伤。
撤退了，美军跑了。队长，二组呼叫。我是梁晨，请讲。师长询问归内的情况，请入室汇报。告诉师长，只要有一个侦察兵在战斗，屠叶岭就一定在我们手里。预备，有有有！留下一小身在这监视天下的敌人，其余人上刺刀。首长，你不能去。少啰嗦，跟我上。Echo Company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d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师长，屠营岭联系上了。从电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屠营岭的那两个连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王营长到了屠营岭，只要再坚持两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好，那我就放心了。屠营岭一定是我们的。
去！Thank you.
你们几个吹出报告，往死里吹，给我用最大劲吹。是。And the surrender. 土豪老爷，我苏门查了军大，我的破烂我的安大，我给你破的哥，土豪开了。交枪不杀，交枪不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别动，放下武器。交枪不杀，别动，放下武器，放下，放下。火车探探님，火车探探님，哎，天王，小心点，你，살아있었구나，부사장님，다행이다，살아있어서，차라리죽는게나을뻔했습니다。무슨소리하는거야？말이라도그런소리하지마。미군이계속지원하면다시싸울수있다。그래，위쪽은어때？빈사는이미놈들한테넘어갔습니다지금은우리만생각해야합니다자네생각에우리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나당장여기서떠나야합니다놈들이민둥산진실을정리하고나면저희를잡으려고조작을시작할겁니다정신병네사단본부와미군에게알려라저게대당의지원부대로인해우리부대가모두전사했다고아그리고생존자는안전지대로이동해다시연락을취하겠다고알겠나네알겠습니다왜통신하려고바로탈수한다네움직일수있겠나妈，能行吗？那龇牙咧嘴的，嗯，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力。轻点，轻点。队长，队长，有白昌浩消息了。
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昌浩救走了，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师江副师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距驻峰2公里的地方。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侦察连集合。李长，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稍息。是，稍息。各班报告伤亡情况。报告，一班新生演员剩七人。报告，二班新生八人，重伤一人。报告，三班新生五人，重伤两人。报告，二排到齐，我是五班副班长刘满仓，五班新生五人，重伤三人。报告，机枪班新生五人，重伤四人。机枪刚交合的。是。报，炮班新生九人，重伤两人。这炮还能用吗？没了炮腿架，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报告，火箭筒班新生五人，重伤两人。还有几发弹？还有两发。三排呢？报告，三排到齐，我是战士何满春，仅剩两人。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昌浩。是。准备一下，马上出发。是，先生，一班跟我走，我们跟我走。张师长，队长，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是。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汪营长在哪里？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不用。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是，放心吧，梁队长。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太好了，梁晨呢？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这个损失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带了。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